水花泼洒慢动作。今天想说想要拍拍小商品，家里空间不够大，没地方拍。然后这次我就想说找家来厕所，好来做个拍摄的场景。商品移动慢动作怎么拍呢？就这样拍。在家拍摄商品旋转，你不需要笨重的音乐盒，你只要一个灵活的手指头配合绿幕就可以拍啦。要拍出水花，如何拍出一根吸管？拍摄物品移动慢动作怎么拍呢？我来教你。爆米水花怎么拍呢？一口气，那如果拍出很多水花要怎么样呢？三根吸管。超级慢动作暴力测试，暴力测试。就这样，你会了吗？会了吗？